请大家把头低下来俯首，敬五。
永济弘思仪，保国塔天道中道亲贤道，列祖列宗诸亲连，欢声接电，连连恭喜，金风衣何待，左蝶何动，行思诸弥。文化流贯先，以中华民国一百零三年，岁初甲午，花月三十日，为中济天道中师尊师表，国运道长及多老阶级、苦老阶级以及诸道亲。弘思在玉山宝国塔，列祖列宗，一年春季，宝光玉山老前人，王寿游总编的书，陈锡山，江顺朱德清及朱清友，驾在前殿前地案金碧荣华仙阁。革命部长素颜电回仪，敬献吴朱建贤先生及列祖列宗之尊节，赞愿贵在现座，得以子孙三级得道，东敲得轮。祖师出世出头有言，后继建树源远流长，诸位先祖为道开方，德荫何代历尽沧桑，心酸悲寂莫古皆风，披星戴月理煞披霜，一生救世难如日日常，团结强国文化辉煌，优良传统一贯尊重，为道护法五路云和，天道舒畅，道德一流，生平盛世天数玉山，宝光前辈的以下结晶，万古雄风天干福祥，众亲继孙大恩不忘，功德德量正气灵魂，雄风佳节了见周边不折有天。体感真相，在家转手的温天火，国行得正，明日安康，不由得将，事业昌隆，得亲日多，好事福祥，祝用三贤，福如祖乡，玉山不共献等。老杰人王秀友，总编的书单锡山书重点讲解。三叩首，一叩再叩，三叩首，起坐揖。
Thank you.
李世贤，李校长。
及所有工作人员请上台。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以及所有语句的亲属大德，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特别拨冗来参加我们立山宝光圣堂一年一次的慎终追远的春季祭祖大典，同时也感谢各界致政花环、花篮、匾联、礼金等等，使得今年的祭祖大典更加的隆重、庄严以及圆满，感谢大家。宝光圣堂中午备有素餐，请大家留下来用餐，贵宾用餐在香客大楼七楼。典礼之后，我们请让贵宾先离席。那么祭祖场有圣乐团的国乐演奏，欢迎大家观赏并且予以指教。中午休息时间，各位亲属可以自由参拜，一直到下午两点，我们再来举行送神典礼。上午祭祖大典到此圆满完成。宝光圣堂王秘书长代表王老先生率所有的工作人员向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亲属致上最诚挚的谢意，我们全体一鞠躬，感谢大家。最后或许再补充啊，我们的贵宾一贯道总会台湾省分会的理事长方国林方理事长，非常欢迎他，感谢。好，我们典礼结束，我们请让贵宾离席，我们热烈掌声。
我女儿都博士毕业了。看不出来。Yeah.
现在打的是喉咙鼓，喉咙鼓表示注意，就是说手。
Thank you.
Thank you.
圣乡三柱。